各位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AX1、它的一个算是 PK、那 PK 我们直接按看到右上角、那个有两把剑的那个 item 按下去，然后按到这一个、点下去，他问你要不要进去，然后你就进来。他进来了，那这边有一个排行榜，看一下，那你就按这个你就可以砍。我现在有四个扣打，那你可以加攻击、防御或者是爆伤这边，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加啊，每加一次就要花钱，花1000这样子。我有时候会加，有时候不加啦，我们加一下看看，因为有时候遇到，然后我们就点进去。我刚刚忘了把那个技能换回来，那个 PVP 的哈，没关系，反正就大概这个画面，因为他这个 PK 其实有点无聊，他这个直接用 AI 他自己给自己打哦。可能输了啦，因为我没有把它弄好。哎呦，不会吧，还会赢呢？那就大概是这样子，他会自己打啦。那我们先回到刚刚那个，我们换一下技能，换一下技能。各位记得，如果你是在打野怪或者是打 PVP 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 PVP 技能换上去，你要 PK 的时候，因为他这样攻击才出得来。你像我现在换，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，没差，我跟你说那有差，那差很多，好不好？有时候你可以打比你更高等级的人还打得赢，有些人他不知道，他觉得他没差。像我现在换了，我现在全部 PVP 的，你看我插一下，他已经快挂了，我两招就让他挂哦。虽然说他输我一等啊，但是有时候因为一等也其实有时候会赢我，但是，对啊。各位在这个点一定要注意哦，你如果没有在，要记得换哦。当然，如果你全部点 PVP 的技能，那就无所谓了啦。那再来介绍一下这一个哦，这各位看到这一个圈圈这个，就点进去，我们先看到左边这一个哦，这个点进去它会随机乱配这个，然后这个好像要你如果有认识的组队进来，然后直接打这样子，它会倒数，它会倒数，然后你就去打，就打给各位看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它这个到底要打什么，有点像大乱斗这样子。他现在在找人，他电脑在配对啊，配人。你看他就是会这样配对，他让他乱一下。
这我方这敌方蓝队和红队，然后开始倒数，各位看到右上角有三个那个绿色、蓝色、红色的那个哈，那个就是打完他会给你能力值吧，还是怎样？然后就打，哦，很痛哦，你看。哦，反正你一定会被打死啊，不可能不死的啦。那当然你也可以闪啊，看你怎么想啊。啊我是不一定啦，拢有当时也会冲会闪啊。像那个时候好像被定住哦。然后就走过去支援一下。哦，要死！哦，那你也可以用复活啦。像我配到的这一场人可能比较不优一点，你看那个打的那个就比较那拱，哦哦，真疼呢。这样就杀了一个人了。那当然，你如果没技能的话，你也可以赶快逃。等到有技能，你就追给他跑。等到有技能，你再打，或者是看到人家在挡的时候，你就过去打。那当然你要注意说，他有一些技能，他可能是范围性的，那你就要稍微小心一下。然后那有输啊，因为看到我这边八杀八个，然后他对面杀三十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他的一个 PK 的一个哦，这个是五对五的一个 PK 系统。那其实那个都要打，因为他会送你东西哦。那以上齁 PVP 解说齁那到此完毕。